113年4月10号20:30获报，在本辖中正路有打架纠纷，立即派员到场处置。经了解，吴姓被害人疑似与友人有财务纠纷，而遭多名男子持棍棒及开山刀伤害。本分局侦查队与大伦派出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，迅速于2小时内将其中6名男子查缉到案，并扣得作案之棍棒。本分局将持续循线追查。本案讯后依杀人未遂、妨碍秩序、毁损等罪嫌，已请桃园地检署侦办。